有没有心？有心哪里都能练，在本少的时候你也可以苦。那今天我就要用几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居家健身之顶楼小撇步。今天主要有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塞杆。这个为什么要拿这个呢？我告诉你，因为拿它你就可以有杠铃的效果，弹力带就可以用来做一些单关节动作，因为单关节不需要去负重很重重量，然后或是它可以跟很多动作做结合，做一些超级组，然后让你的训练量很足够，然后又持续的有一个张力。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取代哑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准备了它来取代我们的哑铃。那不要看它这样子一个小小水桶，它其实分量也是很够的。那当然你要拿健身房的那个深蹲的那些或者你在卧推的那些重量的钢片比，当然是比不赢，但它起码有一个基本的重量。第二呢，我们就要练分享的就是腿部了。那我们要练腿，我们今天就会先主要的讲解一下我们腿部最重要的动作是什么。深蹲，没错，就是深蹲。腿推你可能做不到，那你要做深蹲。深蹲的话我们怎么办啊？我就拿这个塞架跟这个水桶，我们完成一个深蹲的动作。哟哟，把它插进去，和尚挑水。哦，有没有？有没有？回到健身房的感觉。哇！那这时候就跟你平常一样，做深蹲了。喂。有没有很厉害？就这个动作，其实我的这个棒棒热狗网的棒棒太短了，所以它只能放两根。那如果你的棒棒很长的话呢，从那边到这边，你就可以塞满一堆水桶，然后你的重量就非常重，可能比你在健身房都重，因为这根太短了。如果你真的想蹲比较重的话，你可以多准备几个水桶，然后就可以就是容纳比较多，然后你重量就会比较重。第二个动作，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腿推的动作，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有强度的训练。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把这棒棒拿掉。这个其实有很多人在健身房比较少做，但因为我们有水桶，所以它就可以做到一个很有强度的训练。这个水桶可能比较长啊，所以就是你蹲得下去的时候呢，它会没办法蹲得真的超级深。那基本上这个动作就是能蹲到那个刚刚那个角度啊水平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很累了。那基本上你走个大概左右各走个15步就已经很累很受不了了。那接下来动作我会做腿伸展的部分呢，那因为我有这个弹力带，然后它里面都有这个圈圈，所以我刚好就把它套在我的脚上，然后找一个地方做，然后让你有一个空位，可以让腿往后伸展。那这个时候呢，就去做往前踢的动作，持续的去伸展。如果你有两个弹力带的话，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把它分别的绑在你的杆子上，对，然后你可以放在你的脚踝，用这种方式，两边都有弹力带的情况下呢，去做伸展。那如果你会怕痛，你也可以找个毛巾去把它垫着，因为这个方式也不错。其实比较麻烦而已。第四个，最后一个分享的动作，这个最简单的，也就是女生最爱做的臀推的部分，就把这水桶放在自己的腹部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做单纯的臀推的动作，推下，推下。如果你觉得强度不够的话，你就做单脚的，一二。那在做的时候啊，不要想象的直接去用你的肚子往上顶，不要动你的腰，要想象你用脚用踩起来的方式去把它踩起来，然后再把屁股收紧。这样情况下呢，你会先收紧你的腿后，再收紧你的屁股，所以这两个部位会一起练到。那如果你要直接想着要动你的髋，推你的屁股的话，那你的腿后就一开始就没有收缩的感觉了。
分享给大家。那一样呢，我们拿这个棒棒、水桶、弹力带分享这些动作给大家。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棒棒还有这个水桶来做一个结合。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背部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杠铃屈伸划船。一样呢，我们抓到它之后呢 ，OK， 不要让水桶滑掉了，屈伸 ，OK， 稳定你的肘关节、肩胛这个后缩动作。除了重量以外啊，我是觉得基本上跟你的杠铃是一模一样的感觉。OK， 第二个动作，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做屈伸划船，然后去做中间的上背的部分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后背的部分。那我们可以拿这个水桶，超简单的，找个地方趴着，把屁股翘高，肩膀外旋，手肘贴紧腰际，然后去做稳定的后背的收缩。好，那所以后收扩背的这个动作我们就做到了。当然，如果你有地方可以吊杆杠去拉的话呢，这个训练动作也一样可以加在上面。那因为我没有那个单杠 ，OK， 所以我通常就做这两个训练而已。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做肩膀的部分了。肩膀部分的话，其实一样啊，就是你用你的长棒棒加上这个水壶，形成一个杠，然后去做稳定的核心。要做站姿的肩推，喂，喂，哎，做到力竭可能要做个20分钟之类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真的超简单的。其实基本上我们这些训练动作啊，大同小异，就跟你平常在健身房差不多。只是你换了东西而已，换了这个棒棒，换了这个杠片，变成水桶而已。那第二个肩膀动作呢，我们就会一样，拿这个水壶。如果你比较有力的人的话呢，你就可以抓这个扣环去做侧抬的动作，或是双边的都可以。哦，其实对大家来说，肩膀的单关节动作啊，用这水桶强度是绝对够的。如果啊，你只有单边的那个飞鸟的动作，这个水壶对你来说太重了。我教你一招，就打开你的水壶，给它喝个几口。你还不用带水壶，你的训练就带这个水桶。水桶喝完没重量之后，就是你训练结束的时候了。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会做后三角拉的这个动作。那其实它跟我们的划船啊有点像，那我们自在。就是用我们的后三角去做收缩，在拉的时候，你的手肘 ，OK， 平行你的身体，你的肩膀、你的颈部这个地方，是保持平行的，用这种方式去做拉或者感觉，不用去夹肩胛。那最后一个动作也是肩膀的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建议啊，就是也一样是拿水壶，你可以两只手，你比较有力的男生，你可以用单只手做前举动作。那如果你不行的话，你可以做两只手前举，有些人不喜欢做举的动作，他觉得单关节那个举的动作对他来说太重了，那你就可以捧着水壶，把你的手肘收紧、收窄、贴紧，然后去做一个持续上推的动作。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前三角也可以有一个很好、很不错的训练。其实呢，我们全部都用这个水桶，其实就很够了。第一个分享动作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胸推的部分啊。你可以用这个水桶加这个棒棒，躺在地板上，你就很简单的躺在地板上往前推起来。我觉得这个动作是最棒的，我只要躺在地板上就好了。你大概从早上9点推到晚上9点，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力竭。那如果你不喜欢杠铃，你不喜欢这个棒棒的话呢，你可以拿着去做推动作。但我也不建议啦，因为它太就是没有那么好推。你可以找一个椅子躺椅躺着，然后你一样把你的手伸直，做一个单关节的动作去做夹胸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强度是很够的。那因为我没有躺椅，我没有买，我太穷了，所以我的动程有限，到这边就卡住了。那一样，如果你想要做不同角度的话呢，你就可以拿不同的躺椅或者椅子。去代替，从躺的上斜是45度，手臂部分的话，其实你用二头的话，我们拿这个单一手把，然后去做这种
单边的 curl， 我觉得强度也是很够的。肩膀跟你的手肘，慢慢的去收紧放下，保持着张力去做。其实做15到20下的时候，你可以很明确得到你的就是二头肌的那个肿胀的酸感。你做完你觉得无聊，不想不知道要干嘛的话，你可以把它融合起来，有没有？再做一个杠铃的二头弯举，这个也不错。只是因为水壶会左右乱晃，所以你要去控制它。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自由杠更自由的东西。那再来就是三头啦。三头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站着找个地方，把它放你的手肘往上放，过头做一个向后向上伸展的这个动作，稳定你的肩膀，稳定你的手肘，记得手肘不要往太前，把你手肘往上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不会用太多手肘去支撑这张力，而是用你的三头去做发力的动作。那你也可以把它捧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捧在一起是最比较好的啦，它比较舒服一点。捧在一起，两只手，然后你的手肘肩膀外旋之后，手肘贴，尽量的紧贴你的头，然后做一个稳定的往前延伸推。再多一个三头的分享，就是向后伸展。其实用这个水桶啊，对于现在来说，去做好好的向后伸展放回来，这个动作有点太难了。对，因为它可能重量会比较重，你没有办法在顶峰的时候呢去停留住。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说，你可以拿起你的弹力带，踩着它有向后延伸。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有助于你在顶峰可以好好的收紧你的三头，而且有持续的张力，不会甩上去马上没有收紧情况下就掉下来。那今天的那个胸部跟我们的手臂的训练分享就到这边。其实这几部影片啊，你会大家看到其实动作不多，只是想要借由这个影片这个小短片，告诉大家其实训练有很多方法。那只要你有这些东西，你还是能够做到训练的。把这些东西，把这些训练动作简单的分享给大家。那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疫情中 OK 找到自己训练的乐趣，也希望我们台湾的疫情可以赶快平息，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外出，甚至到健身房好好的训练。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哦，拜拜。